开以后，它上面有个卡片，当时说中奖了，里面有那个一份水果和那个10元钱的微信红包，但是它要扫描那个上面的二维码才能领取。它也不说是刷单，它是以那种商店搞那个流量，然后那种新开的店嘛，要流量，是说商家给钱什么的啊、哦，商家那边补贴，都说是做好事的，就是给那个水滴筹那个慈善的嘛啊、哦，然后搞什么操作失误的话，又说要拿10000块钱来，又转10000来，然后他才能返还给我们那个10000什么的，去了10000又去10000，就感觉好像被骗了。这个事主比较着急嘛，然后根据他提供的账户啊，迅速给他打那个支付电话嘛，马上支付。外面给来这种任何的那种不知名的那种二维码都不要扫，你要谨防诈骗。